阿昌，你这个菠萝蜜怎么带刺儿啊？兄弟，我们这不是菠萝蜜，我们这是榴莲，金枕榴莲。哎呦，金枕榴莲，嗯，几十块钱一斤的东西，哎呀，还是不买了。哎呀，回来回来，要不然那么贵，帮我点个小爱心，下方小黄车，几十块给你发一个，还给你包邮。快手，看见每一种生活。